讲，我写作业的时候，我有时候写完了哦，原来我这么有深度啊！我很怕我自己的嘞，我觉得哇哦，我很有墨水嘞，然后我会被我自己 impress 到，真的，然后我有时候也是这样。然后那个报那专栏出来的时候哈，我会买两份，然后一份 keep， 一份我一直在读，一直读，一直读嘞，读了就哇 steady， 然后下个礼拜要写的时候我又写不出。Yes 933，我们的心里话，我们的心里话，心里话，心里话。我记得呢，上次我在音乐会看到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真的是心有戚戚焉。他说呢，他在演艺圈的每一天都想要放弃。这时候呢，就让我们来欢迎 Jasper 赖于涵。Hello， 大家好，我是每天都想放弃的 Jasper。你怎么每天都想要放弃，还可以说得这么开心？哎呀，当你放弃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你已经 don't care 了。Let it go。Let it go。OK。可是老实说，你去上不用搞笑的节目，你是习惯了吗？我其实很喜欢上这样子的节目，因为我觉得可以带出不一样的自己，可是我又很怕我会把整个调调带到很像搞笑行动这样，所以我就尽量配合你的调调了。Okay, 所以你调调是什么？我也尽量了，我是一个很容易被人家带走，糟糕，怎么办？我们今天是来上 Jasper 的节目，还是来上我的？看 Jasper 的 Talk Show， 今天呢，我要访问齐家。可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是很 chill 的。哦、oh, ，very good， 就是可以互相问问题的。真的吗？不是我访问你，你也可以访问我的。OK，、这样我很喜欢。可是你尽量不要来，毕竟这是第一集哈，我还是要你知道维持我那个主持人的。哦，不然你会被访问很多集了。对，我就会等一下讲了很多不应该讲的话，所以呀，没关系， okay, 我们今天就要听 Jasper 的故事。哦、oh, okay. ，对对，我们要听 Jasper 的心理话。可以来心里话问，对对，所以你其实私底下哦是一个比较，因为你就是喜剧演员嘛，大家看到你都是很开朗的一面。你私底下是一个比较嘻嘻哈哈的人，还是一个比较 deep 的人呢？其实我私底下是属于比较 deep， 因为很安静的一个人，我会思考人生，我会自我反省，然后我会想太多。所以可是当我上台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一些抛在后面。然后我就会尽情的去享受，然后享受完了，我又回到家，自我反省一下，所以他就一直引这个塞哥呀，就是比较 contemplative 这样子的一个 personality。对，因为其实我跟 Jasper 没有很常聊天，没有，我们接触的机会也不多，可能就是有一次是线上的音乐会，然后再多一次是现场的音乐会。然后在那短短访问的三四分钟呢，我可以感受得到你私底下是一个蛮 deep 有深度的人。所以那时候你就是在某一场音乐会，你就说你在演艺圈的每一天都想要放弃。是，我真的觉得说很有共鸣。怎么说呢？因为我也是有这样子的想法。真的？真的。可是我觉得，因为我是新人，我可能才入行3年，然后我每次都觉得说我的个性可能不是很适合你知道这么活泼的一个行业。然后可能因为女生也比较情绪化嘛，所以我觉得我会有想要放弃的念头是还蛮情有可原的。可是我觉得 Jasper， 你做了很多不同的东西，有拍戏啦、写歌啦、主持啦、导演啦，你都做得很好。如果你已经在发光了，对啊，就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了，你为什么还是会觉得说每天都有那种想要放弃的念头？我觉得放弃的理由不同，但坚持的理由就一个，就因为我非常热爱这一行。可是我起初我很想放弃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说，为什么我每次走三步退两步，走三步退两步，连人家走一步哦 ，boom， 就很像上那个 ladder stick and ladder 这样的一个游戏，懂吗？他走一步他就可以上那个 ladder 了嘞，为什么我每次走三步我又掉下来，又走三步又掉下来，我觉得好累，很累。然后那时候想放弃的原因，真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是不是这一行不喜欢我，这一行不要我？你知道我们演艺圈真的不是你去选这一行，而是这一行选你。我真心是这样觉得，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在里面好像四不像这样子，人家要用你又不要用你，我又充满热血又很有热情的，哇，用我用我用我，然后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最后就觉得，哎呀，可能早放弃
可能我早一点做别的东西，也许不会浪费时间。可是我又不甘心了，因为我很爱这一行。对，所以早期我想放弃的那种念头，其实是属于在这种你想做好，可是一直没有人给你机会，就是你处在一个被动的状态时，是很挣扎的，很挣扎，因为你进退两难，是你要前进，可是也没有人给你机会，你也很难前进，是，可是你只能靠自己的那个意志力也好，是热情也好，让它可以维持下去，是，然后人家一直叫你等呢、啊。等等久就有，等就你等，等了七年，你知道吗？如果还好，我不需要养家嘞。如果你这样子等下去的话，可能最后你就是没有名、没有利，又没有钱，什么都没有。可是你现在还会有，经常有这样子的想放弃的念头？我现在想放弃的念头，可能是累，不至于到累，但很多时候是自己的情绪的一个问题、oh. 怎么说，你会有很多的自我怀疑吗？会，还是对、oh. 我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然后我会一直自我怀疑。我觉得人很奇怪的，当你到了你一直很想要去到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又开始自我怀疑了，你知道吗？你以前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你觉得我可以的， I can be a superstar。 连当你做了类似你想象到的那种位置的时候，你觉得啊，我值得咩？我可以咩？没有啦，人家比较好啦，可能下一秒我就被踢走，就一直处于在这样子的一个 space 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未知是美好的，怎么说，未知是痛苦的，可是有时候未知也很美好，是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嘛。可是有时候当你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要接近成功了，你就会开始想说，我值不值得这个成功？我值不值得让大家看到原本这样子的我？是，对。所以当你面对这些负面的情绪、比较 emotional 的状态，还有自我怀疑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身体还是你的心理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吗？可以，当我有这样子的情况下哦，一，我会 procrastinate， 拖延。我会拖延，我很多东西来的时候要我做，我就会有心无力，因为我已经不相信我自己了，我已经不相信我能够做好它了，我就开始慢慢拖，就找到那个 feel 啊，因为我是一个很靠 feel 做东西的人，所以我一定要找到那个 feel， 就是比较直觉，靠直觉的人。看那个直觉，哇 ，click 了 ，OK， 我就可以做得很好。可是我一觉得，哇 ，right 嘞，我就会慢慢的、慢慢涂，慢慢涂，慢慢涂。可是不是每次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 luxury 可以拖吗？有时候有一些 deadline 的。说三太有名 shit， 就是这样咯。有时候有 deadline 啦，然后可是当我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我处于在这个 stage 的时候，我就会找朋友聊天。OK。我会找很好很好的朋友，去把我的心事去跟他讲，然后很多时候要么我会被骂，要么我会被激发。哦，你说被你朋友骂？呀、我一定会被骂的，我被骂很多次了。所以你真的是要找一个会骂你的朋友，那个才是真的是好朋友。你是要走激将法的那个路线的、因为 they will speak sense to me。你比如说我会跟，因为我很多朋友他们都是属于50岁以上，就是非常。我们叫劳教、他们是以前也是在娱乐圈，或者现在 当下也在娱乐圈的，所以我会跟他们分享一些我自己本身的想法，我会很坦白，我讲说我现在做这个东西，我遇到了这个人，遇到这些事情，我觉得可以嘞，很什么嘞，为什么他讲啊，很讨人厌嘞，他们就坐在旁边像你这样咯，所以我也可以当你的那个这样啊，喝茶，偶尔喝酒这样，有没有？然后最后他就会跟你讲一些非常有智慧的人生大道，因为他们毕竟经过，是，或者他们会给你一些非常好的提点，他们会讲说，不如这样子，你就跟他这样子讲，然后这样子做，我就可以呗，不用紧，我相信我朋友 ，OK， 明天我 try。可以哦，所以我觉得我很好啦，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很多贵人，而且你愿意分享，
是，这已经是第一步了。是，我觉得像是我自己，我是一个比较闷骚的人。Oh no！ 我是一个很从小到大很多东西我都会闷在心里的人。所以如果会讲，有一天你在就是电台受到委屈啊，比如说啊，被欺负委屈，你会跟你的同事聊吗 ？OK， 我会去 fight for what I want， 我会去跟可能上层公司的人、上层的人去沟通。对，这个我还是会，可是我如果我不，可是我会很理性的去跟他分析，然后说我要的东西，然后看我们可不可以协调。可是如果是说到我感到委屈、难过，这个我是比较不会，以前啦，我比较不会去跟人家 share， 因为我会觉得说很赤裸， like I don't like the feeling。So man， 你好 man 哦，你好 man， 你跟我是 opposite 嘞。我经的一个新的 realization， 对。可是后来，因为我可能这几年，我有开始去很关注心理健康这方面，就读很多书，然后他们就说，其实 it's not good to bottle it up。Yes。对对对，因为怎么说，展现脆弱其实是一种勇气的表现。这是我一直以来哦都觉得是对的。可是我告诉你，我走慢慢走下去哈。我觉得展现脆弱是一个勇敢的表现，但你要在对的人前面展现脆弱。对，所以我没有跟我的老板这样子，因为就他们不是朋友嘛。可是我的可能比较，我觉得我们都把最坏的脾气给了我们身边最亲的人，是，所以就是可能我的老公啦 ，That's why they are there， 对啊，另一半啦，还是真的很知心的闺蜜，我才会跟他们分享。可是其实以前我连我的闺蜜我都不会分享的。我是近几年才学会要慢慢 share， 然后 open yourself， 很驚的一個人 be vulnerable。对，我觉得这样不好嘞。所以我想跟你学习，你是怎么让你自己可以这么放得开？我比较笨一点，所以你是有经过很多挫折。是我比较笨，我一不爽，我就会跟这个人讲，哎，为什么你这样啊？很伤心嘞。然后我就会跟另外一个人，I just want to feel validated。哦 ，OK，OK。就希望我是比较情绪化的一个人，所以我需要一个很理智的朋友去灌输我这些东西。所以我人生经验一直跌跌撞撞，因为你看我 share 出去我的 emotion 的时候，我是没有恶意的。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对对对。所以那话就会传来传去，传来传去，连结果 right， you are in depression。哎，但我觉得我们的个性蛮互补的，是不是？就是我是那个把你拉回来，你是那个把我让我可能像一朵花一样学习展开。是，我会帮人家就是打开他们的心里呀，阳光这样。可是我本身需要人家收敛我。其实身为演员，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在创意行业，你要让大家可以看到真实的你，是那个即使是脆弱的你、坚强的你，你要很勇敢的百分之百的展现出来，可能有时候也不是百分之百啦，可能至少 80%， 这样大家才可以从你的故事当中得到共鸣嘛。你知道我有一阵子，我整三年哦，我在写专栏，在报章上写专栏。你知道我刚开始写着的时候，我很 OK 的，因为我觉得哇，很多东西可以分享，而且你知道专栏，它虽然是一个很像你一个日记本。就是你可以 share 你的东西，对对对对。可是毕竟他还是在报纸，还是会接触到一些不在你 inner circle 的。对对对对对，还是有一些读者不认识你的，对对对，要读的。所以专栏一个很 tricky 的一个 part 就是，你写专栏的时候，你必须，我觉得啦，你必须要 end off positively， 就是不管你经历过什么挫折，你可以跟人家分享。你要有 moral of the story， 你一定要有 moral of story， 因为不然。只是读你经历过的挫折，可是你没有分享到一些提点啊，一些启示的话，他为什么要读你的东西？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很 OK 的，因为我 positive 嘛，所以我就写，哇，写得很开心。写到后面有一阵子，其实我本身已经是很不 OK 的了。我就觉得，哇，我对这个圈子很讨厌，很厌倦。然后我写专栏的时候如果有看我专栏，你们应该也会大概知道，就写着写着你就知道，哎呀，我很硬挤一些 positivity 进去，我写不出来嘞，你知道吗？我写着写着，我真的对这世界很厌倦，然后我还要挤，写出其实我学到这些东西，我觉得
很辛苦。那段时间怎么办？就应急哦。工作还是要做的啦。呀，就像我讲的 deadline， 你该做的时候、该交的时候，你还是得交了。可是，我也感谢那一段时间，所以你讲说 how to cope with stress, mental anxiety， 我觉得写信给自己啊，写一个日记，或者很像我这样，我是被逼、被逼要交功课嘛，专栏，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我要感谢那段日子嘞，因为当我在很迷茫的时候，我写专栏的时候，我逼我自己要在黑暗中寻找光芒。就你在写日记的时候，你写着写着写着，你会自我反省，你就想，其实这也没有不好。我学到了这样。你会不会有时候写完就说，哎，我好像就我这么厉害啊，我竟然可以领悟到这种人生道理。我跟你讲，我写专栏的时候，我有时候写完了哦，原来我这么有深度啊。我很怕我自己的嘞，我觉得哇，我竟然写出这样子的东西，因为你已经在一个 hate space 啊，你在一个 space 里面，你很进入那个状况，很进入那个主题，你写的时候，你觉得哇哦，我很有墨水嘞，然后我会被我自己 impressed 到，真的，然后有时候我也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报那专栏出来的时候我会买两份，然后一份 keep， 一份我一直在读，一直读嘞，读了就哇 steady。然后下个礼拜要写什么，我又写不出。然后又是 the whole cycle repeat。Yes， but 像我讲的，一我找朋友，二我找自己，写专栏，找一个出口这样子。是。然后其实 OK， 我不是心理专家，可是因为我这一两年有就是去读蛮多类似的书嘛，所以其实 expressive writing 表达性书写是一个自我疗愈的很重要的一个管道跟方法。对，所以很多的好像心理专家，他们会鼓励就是他们的病人也好，客户也好，还是就是身边的朋友，你要多跟自己沟通，就是把不好的情绪写下来。但如果你不像 Jasper 不是写专栏的，只是写给自己的话，没问题啊，你就是可以把你的关键字不好的情绪把它写出来。对，我今天是什么？我今天是失望，我今天是难过，我今天是感到歇斯底里，我今天感到很愤怒。你就要 name all this emotions 啊，对，如果你还有那个心力的话，你可以说 why 啦， yes. 然后你就写，这样子它可以帮助你舒缓比较焦虑的情绪，是，然后让你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人生，然后你会知道说，其实很多时候，这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它是会走的，它是会过去的。是，对，所以写信给自己是真的还蛮重要的。而且有时候你回去再看回你之前写过的东西，一可能你会笑你自己，为什么那时候那么笨、那么蠢、那么单纯？二，有时候你会很佩服自己，为什么我那时候那么厉害、那么有勇气？然后你就会对你自己更加了解，你就知道说 you can pick and choose which part of yourself you want to bring forward to the next journey。啊，我喜欢这样的傻的我，因为他可以这样子 OK 那，呀，哎呀，我这个很有勇气，我要记得这个 Jasper 拿收住 keep 在一个包包里面，连当你以后要打大魔王的时候，哇，你就有你这个八宝袋就有很多不同的能量嘞，你就一个一个触你的宝吗？我就是这样子哦。Jasper 真的是一个很有深度跟能量的人。你是会尴尬是吗？人家赞美你，害羞。是 OK， 然后另外一个我要问的就是因为你有很多身份嘛，你是演员，你是主持人，然后你也写词，你也有做导演啊、编剧的工作。但我今天开场的时候，我没有特地以这样子的方式介绍你，因为我觉得我们回归到这个我们的心里话，是每一个人，不管他成就再棒，还是他多么的落魄，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有一些类似的挣扎，或者我们也会有类似的一些潜能。所以你看你有这么多身份，都是在舞台上，在镜头前面，有时候你会不会忘记自己 Jasper 这个人是谁？会。然后你会怎么在心理方面找到那个平衡点呢？就我举个例子好了，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艺人也好，还是素人也好，我们每一天都会戴不同的面具。我们在家是一个样子，我们面对老板的时候是一个样子，跟朋友的时候是一个样子，它没有分好坏的，可是就是你在不同的情况，你会
展现不同的个性，你会有不同的一个面向。然后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也很喜欢看很多小号，很多不同的 IG 账号。这个账号是说我positive 的一面，这账号是说我很喜欢去旅行的一面，这个账号是说我比较脆弱的一面，就有很多不同的一个面具，很多不同的一个 filter， 很多不同的一个方法去认识同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戴面具久了，我们会忘记自己是谁。那你是怎么在心理方面找到那个平衡点？我还是知道 OK， I'm Jasper， I'm who I am。我要教你一个trick。其实有时候我还是蛮佩服我自己的。姐抓着你露出来。我蛮佩服我自己的。其实打从我还没有入行的时候，我觉得啦，我就已经预测到，也许有一天我会面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做了什么呢？我给自己取了艺名。就是其实我的 IC 没有 Jasper 的嘛，那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读书的时候，但赖雨涵是你的真名，雨涵也是艺名。OK。所以当我的妈妈或者是我的中学朋友或大学朋友的时候，或就是在我还没入行之前认识我的人，他们也说我在街上走着走着，还是一通电话打来，哎，哒，就是我的真名，他叫我真名的时候。我跟你说，它有如一种魔法。你一听到你自己真的名字的时候，你会唰回到最原始的那个你。然后有人叫你 Jasper 的时候，你就知道啊，那个是我要开始做工了。你真的是很有远见的人。Thank you 。没有，真的真的，所以那时候很挣扎，就想说。我很希，因为当然我爸爸妈妈跟我取了这个名字，我也觉得说，我也希望可以让这个名字发扬光大嘛，对不对？哇，每个人都听到这个名字，可是我还是觉得说，这个名字是非常宝贵的，需要被保护的。它可能是一个让我回到最原始状态的自己。我怕就是我在这一行。做了那么多东西，我最后我忘记我自己了。我不想这样子，所以现在，当我走在街上有人叫我真名的时候，我跟你讲，我的心会掉下来的。你会突然间回到小时候，会哈这样子的，我会回到小时候。有时候爸爸妈妈叫我的时候，我就会回到20岁，就15年前了。是它有个时光机器这样子的一个魔法，所以This is how I cope with things。当然也相隔了15年了，就是我能够回到的，这时光机器能够带我回到的，也只不过是20岁以前。可是要怎么从20岁到35岁这一段日子，我还不要忘记我自己？我觉得 that's very good question。可是，在你回答那问题之前，你的真名是一个秘密。OK， 我们 move on， yeah。 我在想它是不是个秘密？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秘密啦。但我又不想。就是要有保留。Yeah。把 camera off 了后，我可以跟你讲。Google 找得到吗？Google 应该找得到的，我觉得。Okay， 你们不要啦，please 不要在 Orchard Road 走在街上一直叫我证明，我会很乱的。你就不要回头啊，这不是我。我会很乱的。那是我的弟弟。Yeah， but it's really not a 秘密。Yeah， so 我觉得你们找也应该找得到。Okay。 Yeah， so that's fine， but it's just 我只是希望可以把它保护的比较好一点点。Yeah。 对啊，对啊。So 起家是你证明？是。你知道有没有后悔没有取艺名？可是我要讲一个，我在第一集我有分享。人家叫我起家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因为起家是我爸爸帮我取的名嘛。Right。 然后小时候我没有 Christian name 的，所以我小学以前老师都是叫我起家。对。可是我小学之后呢，我为自己取了一个艺名，叫做 Evelyn Tan。哇！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陈玉云。Oh yes， 我也是很喜欢他，因为他主持很多小朋友的戏，是是 是。然后我很喜欢 Eve 这个名字，可是我姐姐，因为我是我姐姐的影响，她就说，Eve 不好听啦，你取 Evelyn 啦。然后我就，可是我也很喜欢 Evelyn， 可是她就说啊，你叫 Evelyn， 然后我就 OK 啦，刚好我也很喜欢陈玉菊，我就跟我自己说，好，我就叫我自己 Evelyn 丹。
哇、啊！然后之后好像是小五之后，大家都叫我 Evelyn Tan。后来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受洗了，我的 IC 上有放 Evelyn，所以我很大部分的一个成长期间，人家都会叫我 Evelyn 或者 Eve， 就是昵称这样子。所以现在人家叫我齐佳，我会觉得说那是一个艺名，因为这是我工作的一个名字。反而我有时候会跟我自己说 ，OK， 我今天不要戴任何的面具，我要当我自己的时候，我会提醒我自己 ，OK， I'm Eve 这样子。所以你能够了解，就是当我讲说人家叫你 Eve 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心态上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不过它是很 magical 的一个东西，是。所以我觉得Hing我以前有远见，对对。哇，Hing我有远见，我拿 binoculars。是，可是你刚刚其实也是在想说，过去这十五年，因为心理上，因为怎么说，艺名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为自己取个艺名还是换名嘛？是。那过去这几年，你觉得你心理方面你是怎么达到一个平衡？哇，除了这块什么？我坦白讲，我还在摸索了。OK，which is okay, right? Yeah, it's okay. I think 像你讲的，我在这行，我从来不会假装做一个戴一个面具。我开心我就会。开心，我不开心，我就会跟观众讲我不开心。我好羡慕哦，我达不到这样子。真的吗？呀，说当然有时候我会夸张啊，呀，但我很真实的去真情流露。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讲说演艺事业的话，我觉得反而观众 follow 我的情绪起承转合。我觉得我把我自己变成一个 art form。然后观众看的。不只是我做过的东西也看我 Jasper 这个人怎么慢慢的去成长。我觉得现在也没有一个必要去伪装出我什么都很好或者 I'm OK。当我不 OK 的时候不 OK 咯。Yeah, it's okay not to be OK. Yeah, it's okay not to be OK at all. Yeah, 所以最多我就是比较少出现在 social media。或者什么，因为 because I need time for myself。我觉得，这几年我学到的一些东西是：一，我学会了好好的与自己相处，这个很重要。Me time， 我以前 cannot have me time 的。我以前，我只要比如说今天，我一知道我空，我没有东西做，又没有人约我，我就会慌。我会冒冷汗，这个就是来我的自我价值是被怀疑了，就很 turbulent。是，我会 anxiety 的，我会流汗，我会想糟糕，我今天没有东西做，没有人找我出来哈，然后我要快点随便找一个不认识的、不熟的也不用紧，就是出来喝茶讲话，我就要寻找一个 validation。现在我多渴望就是哇，最好明天没有人找我，我可以在家好好的。享受 me time， 我觉得这几年第一个很大的转化点是这样子。第二，另外一个很大的转化点，当然就是我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这一行或者身边的人事物。我觉得依我之前就讲了嘛，我是很 emotional 情绪化的人。然后以前我觉得哇，每个人都很好嘞 ，Everyone is so nice. Everybody can be my friend. 每个人都戴着面具面对你。I don't know， 因为我是一个不觉得我自己有戴面具啦，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哦，我不戴，人家可能也不会戴嘛，所以我就很真情流露的去对待每一个人。然后我觉得哇 ，Everyone is my friend。然后一年前可能一些事情发生，就让我看到了。哇哦，人要变脸的时候，可以黑变白，在一瞬间的嘞。原来你认识的这个人，不是他表现出来的。他像那个四川变脸大师，就有一点像是，就有一点像老天爷帮我开启了第三只眼啊。OK， 给了我照妖镜，我一看，我就哇，太恐怖了。原来这圈子这世界，you know it's not what it is。我跟你讲，那时候我的心里受到了很大的创伤，because你最相信的人竟然
在演。哦，你懂我意思吗？觉得哇哦 ，I cannot take it 嘞。So 这个让我心 down 到我自我怀疑，不只是自我怀疑我自己，我怀疑全世界的人，怀疑身边的人，呀、yeah, ，甚至跟我合作很 close 的人，我都会怀疑。我也怀疑说，这个人跟我聊天是不是有目的？以前我不是这样的，以前我是啊，跟我聊可以啊，聊聊，什么都讲，什么都来我家，来我家，然后走走走，我们继续 party 这样，没有了。现在我讲，他跟我讲，跟我合作有目的吗？啊，他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子？So how I deal with things is， 我需要时间，好好的去沉淀一下整个东西。我觉得 mental state 是一个东西，你不能急了，你不可以讲说哦，明天就要好，不可以了。生病也没办法，生病也没办法。得了 COVID， 我就是真的死死要等七天。Die seven days， 对吗 ？Mental， I don't know， it could be。One week, one day, one week, one month, one year, 10 years, I don't know. You know? 我觉得我们城市人啦，我不要说新加坡人，我说现代的城市人，我们很喜欢给自己一个 deadline。可是有些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标上 deadline。急不来，我看 I took 1 year， 我可能现在都还没有真的恢复，我还是慢慢。但很多人就会讲哦，哎。It's not good, you know. 因为你现在在做很多东西，你应该一直出，一直出你的影片，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可是，我就处于在一个很两极。有一个 angel 跟一个 devil 在跟你讲话。然后一就是我可以这样子做，可是你知道我做搞笑的，可是我心理素质不好的，我怎么办？我要弄人家笑嘞，你要我写搞笑的剧本嘞。可是 I'm not okay 咧、How? Right? 我就选择听从我自己的声音，就是慢慢来咯。人家 expect 你每个礼拜出一条影片，这是他们对你的期待。You don't have to take it. Yeah, it's good that 你有这样子的东西， but they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re going through. So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听从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的心里的那一个 tempo， 而不是这个世界给你的一个 tempo。世界给你的 tempo 是我要你叭叭叭叭叭叭叭，可是 now you're not okay， you just need to 噔噔哒噔噔哒， let's do it， yeah， 不然如果我逼我自己去做这样，可能我现在很好，哇，更多 follower， 200多千、300多千 follower， 但我可能现在迷失了我自己。你内心不富足，或者我去 depression， no， 因为不值得，因为我觉得人生还很长的一条路，你没有必要为了这一两年的辉煌，去变成你下面的路迷茫， no， not worth it。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演艺圈或者是你每一天。你踏踏实实、稳扎稳打的这样子去走，所以我现在可能是放慢了我自己的调调 ，because I need time to heal。But I always tell myself when I think I'm ready, I will catch back, I will bang 飞回来，抓回我失去的一些东西，而且我会抓得更紧，我会抓得更扎实，因为。我的 foundation 已经打好了， I'm ready to fly。现在有没有突然间又觉得，很佩服自己领悟到了这些？把它写成专栏了，可以来录一集 podcast 就说出了一篇专栏。呀、yeah, ，所以你看，人家跟朋友聊天写专栏，有时候你会讲出一些想到一些你自己不懂的东西的。真的真的。那其实刚才你说的都是现阶段跟这几年领悟到的一个东西嘛，我觉得也很重要，就代表说你不断的在跟自己沟通，是，就长大后现阶段的 Jasper 沟通，是。但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内心也有一个小孩，那最后我想问你的就是，其实我本来是想问你呢，你的一个座右铭是什么？可是后来我又在想说，你知道座右铭是你长大之后，你一个成人的角度去领悟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你再把它 fit 进去，对你才会想通一些事情，开窍豁达，想到一些大道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除了是成长之后的大人，我们内心也是有一个需要被呵护的小孩。所以像是你刚刚说的，有时候人家叫你，
的真名的时候，你会被拉回乘坐时光机，被拉回以前小时候的那个时期嘛。是。那如果现在的你要对你内心的这个小孩说一句话，你觉得那会是什么？勇敢的做真实的自己。我还是会坚持这句话，不要去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或者别人对你的，别人在你身上贴上的标签，这些都是别人要你做的事情。永远听一听真实又单纯那个小孩子在你心里，他要做什么，他今天想要做梦，明天想要做梦，以后想要做什么，他学到了什么，就 This is most important 对我而言。所以其实很多人尤其是很像我父母啊，或者一些身边朋友，他觉得 Jasper 你很小孩子嘞，你35岁哦，你有时候做的东西不会想清楚的吗？有时候他们会这样讲啊，你而且男人通常比较常会被呀，你要稳重，然后你要稳重，你要够 man， 你要什么？你又不懂嘞，对吗？可是我就是不要。在某个程度上，我还很保护，跟我很听从这一个小孩子，在我就是可能8岁10岁的 Jasper。那时候讲哇，长大后我要做演员，你懂吗？我很喜欢这一行，我一直很听从这把声音，因为为什么35岁我一定要留个胡子做这些东西？如果我觉得啦，我想要做，我就会去做；如果我不想要做，我喜欢整天嘻嘻哈哈这样啊，我没有害到人，我只是听从我自己，对啊。所以我觉得 just do it。我们没有必要去逼自己 so called 被社会叫让社会逼我们长大，有时候傻傻的，傻人有傻福，傻人有傻福，真的跟着自己的节奏，听从自己的内心。对，就很像整个 podcast， 我把我的节奏把你带进我的节奏。是吗？有吗？没有吧，开玩笑。就会有很多意见。yeah， 所以这是真的啦，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跟我同学期的同学也好，我觉得哎呦，他们老了，他们老了，你懂吗？他们有很多心境也很老呀，心境也老，然后很多哀愁，很多很多烦恼，然后我又看回我自己，我讲哇嘿，呀，因为我懂得怎么把我自己心里的那个垃圾桶清理掉，清了它又会再装上来的，它满了你又再清呀，不要一直给它叠叠叠叠到它有一天不能够承受这些垃圾的时候，你就会倒。这个很重要。今天真的听了 Jasper 很多的心里话，我没有想到你是这么引读你知道这类话题的人。你可以把我当成另外主持人，然后我们找第三个做嘉宾，我们可以聊一个小时。那现在 Jasper 很贵了，我没有这个 budget。不要这样吗？我们有钱了吗？有钱了吗？我们真的是回馈社会。对对对，没有钱，可是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哎呀，真的可是你不要有太高的期望。OK， 好。非常感谢 Jasper 当我们的心里话的第一位艺人嘉宾。谢谢。对，所以我今天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礼物要送给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into this kind of thing。OK，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看语录的人， okay. 就是从人家的话当中吸取一些人生大道理的智慧。Yes, I love it。你也是，对吧？哎呦，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知识。对呀，所以我今天就有准备了一些卡片啦。OK， 我想要你闭着眼睛，然后抽一张。OK， 然后我希望你抽到的这一张可以成为你接下来一整天，还是一个整个星期、一整个月，甚至是一整年的一个。可以推动着你前行的一句话。Oh, it's so nice. OK， 我闭上眼睛啊。来，随便抽一张。OK, okay.。梦想不是遥不可及，而是一步一脚印的完成的。哇！有 speak to you 吗？有嘞，我觉得 universe 啊 speak to me 嘞。我觉得这个很好。是偷用蔡健雅的一句话，我们要坚持自己
喜欢这种东西，宇宙会帮你的。所以 ，Thank you. I think this is very nice. 以后你看到这个时候，可以多听我们的心里话这个话。没有啦，今天非常非常谢谢 Jasper， 谢谢。我觉得 Jasper 是一个很勇敢的人，然后我也需要从你的身上学习怎么样真情流露，这是我比较缺乏的一块啦。不用学啦，不用学啦 ，Just 要多看那个龅牙骨，然后释放自己内心的那个。Just be the Eve and 齐家。哇，你说的那句 Eve 真的是有一个魔力，突然间哦 ，The atmosphere。You're right, you're right, you're right, Eve 。好，所以谢谢 Jasper， 谢谢 Eve， 谢谢。林丹 ，OK， 拜拜。Thank you， 林丹。OK， 走开，走开，走开！哎，你要不要跟我讲你的真名叫？即刻下载 MeListen App， 收听完整版本《我们的心里话》。你也可以在 Spotify、Apple Podcasts 和 Google Podcasts 收听。